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巨星的锤炼水，喜怒哀乐伤喜。哦 ，BB 水 BB 升华二的关卡哦，六光六暗，六光六暗，刚刚好，现在是六光六暗。问题是我们完全没有水，所以把不是光暗的都消掉就好了。不是光暗的都消掉。三回合就可以了，三回合。好、哦、啊，你可以把光暗稍微集中一下。来看，跳一下了。好，我先杀掉那个暗的好了。六暗。好，刚刚是属于一个失误的现象哦。做了一个叠珠，光伏还蛮给力的，不过我们吸力还有一，让它稍微跳一下啊、哦，跳，哎不跳，然后六光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双体共生。基本上双体空身，我的习惯都是一次全体打了，我的习惯了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习惯去打 ，OK， 这没有强制性的。好，复活了，没关系，两次一起变。看他们想要怎么跳就怎么跳哈。这样是应该是一波带走。OK。好，以上是这个水 BB 升华二的关卡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